Angelababy 最近又被邀请去录制了一期某综艺节目，虽然还没开播，但她却提前赚了一波流量，就是因为她梳了个五彩斑斓的脏辫丸子头造型。最近网上晒出了 Angelababy 的一组最新动态美照，照片中的 Baby 身穿白色 T 恤，搭配了一个精致的妆容，一头优顺长发弄成满头彩电，头皮也是清晰可见，造型十分嘻哈。军绿色的衬衣扎进简洁的黑色长裤里，再搭配小脏辫的丸子头，干练的时候还有点小酷的感觉。 Baby 的脸面对镜头的眼神也十分犀利，他对自己的造型相当满意，表情十分骄傲，摆出各种动作展示新发型，一显最酷的一面。不过看完细节图的网友纷纷表示，看一眼就觉得头皮超痛的，甚至感觉马上就要被脱发找上门来，哈哈。 Angelababy 中文名杨颖，出生于上海，13岁时移居香港，中国影视女演员，03年以模特身份出道，随后她因担任时尚模特而在香港崭露头角。